嗨，亲爱的小伙伴们，欢迎大家收看我们精彩的国战大放送。那么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第一盘国战贾诩田丰啊，这个都是两个文臣的，而且都是当时最顶尖的谋士啊，只不过两个人命运可能就大不一样了。哎呀，这个牌太给力了啊。那么我们这个段单亮一个贾诩没有任何问题，因为其他身份双亮出来打恐龙，我们这家肯定也是怕要伤到恐龙的。好，那么待会这 AA 肯定是要开，那么这样子你要是有一个将没有亮的话，也不至于伤到那个恐龙。好，这段四马一栓估计是没有那个杀，我们直接来了啊，直接就是那么几个 A 教他们做人了啊。好，看那个，哎呦，还真的有魏国的啊。那么有魏国又怎么样呢？好，看看过。那么有一个牌，哎呦，一个那个，不过这也没办法的，他这个人的话，那个至少没把我们 A O E 拿走了嘛，拿一个无懈的话，咱们这还有的啊。好，那么我们继续开，直接就这样啊，用一盘非常炫爆的场面来作为我们本期国战大放送的华彩开头的。好，看一下，英雄也会孤掌难鸣啊，来。那么又是一个，又是死一个。那么看一下大乔啊，大乔有 A， 这个段的话，祝融出来了啊。祝融这家伙刚才也不早动，嘿嘿。那么直接来了啊，直接来。那么继续啊，你刚才他那家不出来，可能就怕贾诩，但是你出来之后，我问你还是要突的，直接突。我这一下也是有点那个怎么说的，那个也是有点那个胆大的啊，毕竟三血也有可能是自己人的，但是没有办法，胜利者是不应该被指责的啊。好，直接打，就是说太尉这么威武，其他的人游戏体验都极差的啊。好，咱们直接来，我们看一下，哎呦，这个还真是这个周差啊。那我们用红沙试一下，看一下先打，因为他有可能是那个什么僵尸孙策的啊，那么很可惜他不是。那看到什么将？哦，是鲁肃。那么其实这个将，这个强度也是有的，因为他可以多过牌的嘛。好，看一下，不过因为我们装备已经上起来了，所以说这个倒不是很怕的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而且单挑里面的话，鲁肃也不存在那个什么地盟了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啊，这个地方其实那个顺手，我觉得那个可以那个你留一个无歇的，我感觉啊，因为那个你顺着他那些装备，哎呀，过不出来那个杀，这也是理所当当的事情，因为杀没那么好摸的，对吧？他的四张牌摸了一张杀，这个死好，来看一下啊。那么我们待会儿哦，终于来了杀了，终于来了杀了，好，来一下啊，然后把桃子吃起来，应该会有什么问题了啊。因为那个他那个已经进入布局，他存不了什么牌了，只要你那个手上留够那个侠盗防御牌。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。好，杀一刀啊，来看一下。好，当然这个地方如果他要再坚挺一点的话，可能那个他会挣扎一阵子，但是没有那么多可视的啊，你技不如人就是技不如人的。好，那么田丰是很聪明，但是跟了那么个庸主，所以说你再好的才华你发挥不出来啊。当时那个孔融就那个在朝堂里面就说袁绍、田丰、许攸这些人那个为他出谋划策，然后沈佩、郭图这些人帮他精忠办事，颜良、文丑勇冠三军啊，那个统帅那个大军怎么战胜了他呢？然后荀彧就说嘛，说不要紧，这个田丰这个人虽然说那个算无一策，但是这个人总是顶撞袁绍，所以说你不用担心他的意见，袁绍不会听的。这就等于说是那个瞎子的眼镜是个摆设来的嘛。咱们刚才他那一下打这个还是有点伤，我直接打了砸到自己人了。好，这也不是手量房啊，这魏国需要这么高调吗？哎呦，还真出了。我们看一下啊，那么决斗一下打了，这肯定应该就不是魏，他这两个应该都不是魏，如果要魏国这时候应该会出来的啊。好，因为你魏国那肯定是要那个根据自己的队友来行动，这是魏国他们都已经出了两个之后肯定要。好，我们让我们自己来了啊，容我三思，那么杀一刀，那么好，让我再来一下，因为这个是他是那个后面过的牌的嘛。好，直接来一个 K 点，直接替我挡着啊，小乔出来杀，看能不能弄死一个。哎呦，现在没有弄死，是这个祝融。好的，咱们就先这样啊，后面的话因为现在是那个三个位，咱们就两个无，咱们先这样啊，这两个无现在咱们手牌也打空了，将的兄弟已经明了，那个虽然有仇恨值，但是好火攻，看一下，哎呦，这个地方大月亮出来了，
其实大月亮这个地方打死了一个魏国，其实这段如果是我是那个典韦，我可能不救啊，我让他收掉，因为收掉之后的话可能大月亮会打吴国的，只要在不是那个特别仇魏的情况下，因为这吴国这个战力也很强悍的嘛，因为你魏国现在后面就四个魏国，这个只要不是特别仇魏的那种人，但是相反你有三个魏的话，而且你刚刚救过来的话，这一种心理暗示的就是反而挑起了大月亮要攻你的之心的。好，所以有的时候都是斗智斗勇的嘛。好，那么就这一波啊，因为他们没有，因为你魏现在主哨捧的魏国那边嘛。好，看一下啊，怎么样你都救啊，那么救了可以啊，救了之后的话人都可能归我们了，因为我们是那个孙权的嘛，而且我们心里有杆明的，现在魏国可能不是我们最大的敌人了，我们最大的敌人是个大月亮的，大月亮可能是我们非常非常那个讨厌的一个。好，万箭齐发，想吧，哎，漂亮，这让小乔也是心领神会，对，我们想办法把那大月亮也把打掉啊，这几个魏不足为虑啊，那个大月亮对我们是巨大威胁的。好，跟我们自己人拼一下，好，一个九点咱们也能拼赢，哎，漂亮，直接打了。你看，因为这个段是那个带那个铁锁，然后直接杀，待会儿想办法把那个小胖子也给带飞的啊，两张属性杀，好，直接把他带飞。那么看一下啊，小胖子如果打死的话，有两张牌拿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段的话，无中生有，好，火攻，哎，漂亮，这段什么花色都有的，所以说是可以保证把这个他烧中的啊打掉，嘿嘿，这一下还是很棒的。那么再开一个南蛮，说吴国有的时候那个。只要是这种快速输出，所以说吴国不仅是可以花哨的破牌，吴国自己也可以打这种暴力输出的。好，那么我们已经看过，所以我们给那个我们队友发出明确的信号，就是怼他，对，放心他哪能打的，因为我们已经看过了嘛。好，漂亮，顺利那个全场打，然后我们两个抓到一个，这是四血位的啊，所以他毫无胜算的，就我们这一个将的能力绝对吊打他的。就算他们两个联手打我们一个孙权，估计都不一定打得赢，那跟我还在一个太子词。好，我们看一下江南魏国全程二 v 六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哎呦，这把终于到了我们魏国了啊！这个离点越近啊，离点国战里面那个离点就是神一样的存在啊，毕竟是长者嘛，就长者有长者之风的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啊，那么这一下的话，这个牌其实说实话真的一般般的。好，哎呀，这段的话直接那就直接出了啊，得直接出了啊，对。不过嘞，这个真是怎么说，同人不同命的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个，哦，一个我们的队友，哎呦，这个别说，这是这个国战里面魏国非常强烈的组合 P 点嘛。好，但是这个牌不给力啊，并不是每一个离点啊，什么手亮出来都可以摸到两个 AA 的，它毕竟这个是少数的嘛。好，杀。当然你这么打你就暴露了你的身份了， 你就肯定是名位了啊，无懈可教，这个不是魏国。看一下啊，杀一刀。那么这个我们魏国将已经全名了。好，乐不思蜀。好，火刚要替天行道。好，给他一下，那么破牌。他这个里面啊，如果要是基本牌一直多的话，过牌也许还能过出一些比较神奇的事情。哎呦，这一下有点伤，藤甲还是害人呐。所以说魏国的话，不到万不得已不要挂那个藤甲的，这藤甲真的是真悲剧了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哎，漂亮，这个地方还可以啊。曹丕这个人还是过得比较果断的啊，因为这个时候魏国已经不具备迅速瞄准的实力，他在开始翻压我们，先把自己活下去嘛。这没什么可说了。这个其实看到翻了两张牌，我当时也愣了一下，然后后来我就觉得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啊。所以你看你这把这个藤甲害你多惨，像幸亏老天呐、啊，老天不放弃你的，然后老天要是收了你的话，你这把早就死。要不是这个什么说你命不该绝，你早就死了。所以说这个以后大家记住这个教训没有？魏国不要挂藤甲啊，这不到万不得已啊。哎，这下还好，那么来了一线曙光了。你看，因为现在这个吴国这边呢，他是人比较多了嘛，人比较多的话，那个好，我们来一下破牌。哎，这真是天选之人啊，无话可说啊，天命在我大魏，你有什么可说？他这张破牌过的都是非常关键的，来这么一张关键的牌，好吧？有的人就这样命不该局，你有什么办法了？好，这张给他来一下啊，可以。因为现在已经四个吴了，这吴国战力都很强嘛，所以说我们这个时候就拉拢一下那个他二号，肯定也会打一下吴的。
你看这腾达这把丝毫没有帮得了你，你看这么多牌，你看那个就算开个什么大蛮龙也伤不了你的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阵的话怎么拼，嘿，这也是醉了，跟孙塔拼，他们有这个阴阳吗？真是，那只有十点以上你断然拼不赢的。好，那么好打啦，上天居然都这么帮助你的话，来一下啊。好，看一下那个凡人，我们看一下过河拆桥。其实这一项刚才我们手上有这个怎么说，有这个决斗这个，但是这个就拼砸脚。但是我说过了，这把的那他是天选之子的，天命之子啊，这把应该是无赖天命之子，他不管怎么样他都可以摸到这种关键的牌了，这是学不来的。所以这版只是给大家带来一个比较好的视觉享受的。哎，这个真是我看这么多国家大猫公里来，我觉得他是这是最欧的一个主视角的，最欧啊，没有之一啊，这是绝对一个的那正乃天命之子的啊。所以说对吧，他这个人家李典当时在军中威望甚高，乃军中之长者，这不是吹的啊。好，这是没有办法。好，也来了啊。不过刚才那一下他也没有办法，他刚才打那个曹丕可能是想让他翻那个后面的人，翻那个什么孙策那边，然后他决斗，没想到他拼命翻了他，所以我们也别无选择。本来那一下就是要决斗这个大乔的嘛，当然那一下你也可以先决斗的，先决斗，看收不了人，如果收不了人的话你再那个打曹丕也不迟的嘛。当然也还是太早了，他可能也没有想到吴国攻这么快的，所以说你有的时候你要相信一下自己的这个实力的，就不需要那个先让那个曹丕翻人的，你先把人打死，看打不打到死，打死之后你再那个打不死你再那个翻人嘛。好，看一下啊，那这一下没有什么问题了。好，来一下啊，那继续过牌。哎，你一过牌的话，这个像 AOE 这种牌都已经来了，刚才那个没有来得了。好，来我们看一下，其实这个排序还是要注意一点的啊，这个八卦阵挂那么早干什么嘞，玩的那个玩三国杀里面这些排序一定要注意一点的，这一般要不是看你这么欧的话，可能我都不会用。你刚才你这个过了一个负一马，一个顺手，我举一个最当例子，你不把他这个狮子给拿过来，你待会儿再挂也不值嘛。你场上又没有，而且万一你需要火攻，你偏偏这个黑桃栽着你呢，需要这个黑桃呢，咱不管了，既然他是天命之子的话，那个胜利总归是他们的嘛，这天选的大位啊。好，我们看一下第四盘。第四盘的话是这个，嘿，这一把好评啊，有这个李典和这个没有选，如果是我肯定这么选的，他没有这么选，他选了这个双头田丰，这个也可以，应该这个也是进入，万一进入了节奏也是永动机的这样子的，就是可以一直这个决斗一直摸牌的嘛。好，嘿，这个地方邓艾和这个姜维，这个是真正的仇人的啊，后期楚汉的对阵呢，这个主要就是他们俩对阵，但是实话实说，这个邓艾真的是姜维的苦主来的。如果要说诸葛亮和司马懿对阵，对吧，司马懿一直那个被诸葛亮可以说按着打都不敢出来，那后期姜维对阵邓艾的战绩是有些惨不忍睹的，可以这么说，邓艾完胜啊，就算最后一战邓艾偷偷赢平也赢了。好，看一下啊，楚汉后期确实是没人呐，然后魏国后期还那么多的人才，有一个邓艾，有一个钟会，还有王姬，啊，个个都是当时顶尖的这种军事大家的。楚汉那边就一个姜维，他那个姜维还是那个诸葛亮从魏国那边挖过去的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啊，这下的话，这个过河拆桥可以啊，让子弹先飞一会儿啊，咱们先打一下凳子啊，火攻。等一下啊，哎，没有烧中。哎，这个人的话，哇，三个鼠啊！不过这个鼠的战力确实是很，那么很有限的啊。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们上一期《国家大暴动》，四个鼠满状态，太子司一动，说死就死啊！好，咱们来了啊。好，因为我们这个等着就等一波了嘛，南蛮入侵。哎呀，我们这一下有点拼哦。
他万一七号位这个换进来一个乐乐，那就悲剧了。不过这个也没有问题的，他就让因为要存够这些牌的嘛。哎呀，我怀疑这个七号应该是我们自己人，他都没有杀我们的。好，来一下啊，我们就等这个机会了。来，因为他这个只要怼死人，他基本上就是那个。好，投降，哎，投降也要打，投降也要打，因为这张直接打就是永动机这样子了啊。好，那么一个一个来的啊，一个一个来，给他进入节奏了吗？好，这个群雄，这个群雄的技能啊也是非常非常的炫的啊，用这种技能疯狂的对对手进行输出。好，看一下啊，继续来，而且这个他们有没有什么庞统这些，直接来了。好，火攻一下，哦，有桃子，救也救不了了，他们这桃子救也救不了，反正这个因为这样打到濒死的话，他这个是可以摸牌的嘛。好，黑这张黑牌有点少，来多点黑牌啊。好，来一下，乐不思蜀。好，这个地方我们可以那个好决斗，然后杀一刀。其实，哎，这边是张角，好，可以啊。哎，没想到最后时刻这个人头送了我们这个队友了，可以，他这个张角也是捡了一个人头的，本来我们自己可以把他人头收掉的。